不打定。隐身有啥用啊，金身一样收拾你。老二看来第三名稳了，亚王把老二带走了。太快了吧 ！Nice。OK， 继续来看现在对局，来对鸭王对战河池的比赛。鸭王现在跟河池啊，河池只有一条命，鸭王还有三条命，这是一个罚站的规则。如果说老二输的话，那么他就被淘汰，他就今天晚上第三名。第三名奖励是1500。第二名奖励是2000。好了，咱们来看这边的话，鸭王上来就给河池下了毒手了。打了河池也是不要不要的，河池现在说我还没有缓过味儿来，怎么就人就没了，上来就是扒着你来破地方小跳压制啊。亚王太熟悉河池的这个想法了，众生楼河池现在很生气啊，这个小伙子啊，他现在怎么这么啊，又不是狗打师傅，来打不死你。来继续来看一下这样对局，打九七也行啊。那现在来看一下这边鸭王的King， 鸭王的 Yuri 又被河池的 K 大师力回住了。好的，下盘这个清水没停准，好，两个小鸡会挖球捡住，下贼接八字女，这一路给力了，河池的 K 大师危险了。这个班他们俩用的是同样的角色，一模一样的角色，打起来就会非常的有这种观赏性啊，都是进攻流的，狂攻流的。他有赛斯手底，何池现在是赛斯做大将。隐身有啥用啊？隐身一样收拾你。老二看来第三名稳了，亚王把老二带走了。太快了吧！记得关注再走哦。